哇，科比要穿新的泳衣啊！对。哦。Good morning， 又是崭新的一天。今天又来帮大家介绍台北夏日玩水景点。呀，今天是免费的哟。完全免费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大家和平公园。这边有一个很像共荣式公园的地方，它有玩沙的，它有玩水的。那玩水的话呢，它是夏日有4个月的时间可以来这边玩水。准备要去玩水了吗？准备啊，他已经迫不及待一直往那边看了。OK， 走 ，Let's go。Go。水是温的，太热了。我要火山洞。火山洞 ，Go。泡泡泡。哇，有彩虹哎！好玩吗？好玩好玩，这就是清凉消暑降火气的地方。这是玩水，对，这边虽然看起来好像没有很大，但其实应该蛮够玩的。可其实跑一跑也差不多半小时就去了。对，而且设计的蛮好的。你在玩什么？哇，这边还有一个河道，但这水超温的哦。那因为我们今天是早上来，早上来它只有两场，然后一场都是各40分钟。所以我们刚才玩了40分钟，现在先休息一下。20分钟之后呢，水会再开始。下午的比较久，对不对？2-3个小时这样子。可能因为下午人比较多，早上我们现在来很舒服，几乎没什么人，就自在的跑啊，什么也都不会撞到。对。然后他们很贴心，是你们看这地板，这地板全部都是软垫，所以小朋友跑啊都是有弹力的，跌倒也不怕受伤。有 cushion 的，而且还防滑。现在没水的时间，我们也不用怕无聊。对，我们可以去隔壁玩沙。旁边还有一个很大的共荣式公园，但现在有点热，我不知道那个溜滑梯可能火烧溜滑梯。火烧屁股，真的是火烧屁股。可能只能找一些没有太阳的地方玩。对呀、啊，走，我们去玩沙。今天有自己带玩沙的工具啊。姐姐送你的哦。这共荣式公园我觉得跟花博那个其实有差不多大、哦、反而更大，因为它旁边还有玩水的地方，这边有荡秋千，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很大可以奔跑的地方，像独木桥还是什么的，然后这边就是溜滑梯，很大，但是这种天气根本不可能有人上去玩，上去玩的人实在太厉害了。我觉得很棒的结合是他们把沙坑跟这个溜滑梯都全部连接在一起，非常适合小朋友来，可能秋天啊春天啊，我觉得这边绝对是非常棒的地方，但夏天呢只适合来这边玩水。And tonight is our playground. We are kings of the world. And anywhere is homebound. We are kings of the world.玩可能没办法哦，你屁股会烧掉，超烫的，对不对？哇，我盖好了，哈哈，哦，你看，到我，我也装，好，
哦。就下去，再下去。嘿嘿嘿嘿。哦，你们在玩什么？挖土机，而且真的可以挖，我觉得是挖水，挖起来有没有？往旁边转。哦，它是固定式的挖土机耶。对，超可爱的。好，再一次哦，挖。好。有没有？好酷哦！推。挖起来，还往旁边，冲！还要再去这里，啊，这次，哇，好，过来，咦。你先去洗手。嗯。哇，这里很贴心耶，它还有附这个洗手的，可以洗手，玩玩沙，你不用怕脏漉漉的回家。对，这边还有很多个，把身上的沙直接冲掉。现在等一下又要去玩水了，但如果是要直接回家的人，这边就很贴心。对呀、啊，沙子玩完了吗？开始玩完了。好，我们再去玩水好不好？好热哦。地板开始烫了，赶快撤。今天好不好玩，哥弟？好玩吗？不好玩。不好玩吗？不好玩。玩那么开心，然后说不好玩。下次还可以来，哎，还不错。好吧。对，而且又是免费的，真的很棒，哎。嗯。羡慕台北市啊。真的。好险，我们住台北市蛮近的。我们在隔壁。对，那我们下次再去帮大家发现更多好玩免费的景点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那今天影片到这边，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分享、按赞哦。下个影片再见啦。太阳大到我眼睛快睁不开了，拜拜拜拜。这边玩水啊，不用怕没有地方可以换衣服，因为这边有性别友善厕所，蛮大间的，还是可以在里面换一下。大概有四间了，今天是人比较少，所以我们几乎不用排队。我已经流汗了，救命！好好好，那我们要去车上，我们要去买午餐了。